各位早晨，歡迎收睇一節天氣，我係蔡子信。廣東沿岸今日整體都吹住一啲偏南嘅風，所以預計今日嘅天氣都會比較熱㗎。喺今朝七點鐘嘅時候見到香港各區嘅氣温普遍都有成25-26度㗎啦。至於朝早嘅時候，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見到天上面雖然雲少，咁但見到雲層整體都比較薄。原來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就可以看到一個高空反氣旋正是為南海北部和華南沿岸帶來一些普遍晴朗的天氣。我們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將會是大致天晴和炎熱，預計日間最高氣温會上升到30度，而今晚就部分時間多雲，風方面會吹著和緩的南風。至於展望明天的天氣都差不多，都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但留意今個禮拜後期至到下周初就會有驟雨，天氣都是稍涼。一節天氣講到這裡，下次再見。